下面我们将训练单兵战术，以95式自动步枪应用射击。训练之前，由我和你们的一班长先给大家做一遍连贯度的示范。一班长，到，出列。 听我令，射击，准备。交叉步，虚实慢进，搜索前进，发现敌情，发现敌情。 你枪里有子弹呀？不会吧！吓坏了！今天教官演示的时候吓坏了，没想到有子弹，子弹啪啪响的时候，然后我看到还有火光出现，吓一跳。拖步，驱逐慢进，搜索前进。我一直以为那个是气枪。 发现敌情，就打出那个火花的时候，我说天哪，这是真枪！他们是真枪。敌情需要搜索前进。 这成绩做不到啊！哇，好帅啊！太傻了，我天哪！刚才吓死的，魂都吓没了。黄子韬，到。 看，你班长演示有什么想法？我也要像你们一样。你要是吃苦吃到了，我相信你会的。我能。蒋劲夫，到。我也想跟你们一样。太帅了，佟丽娅，你想不想？我有点害怕。班长在这儿，你还怕吗？子弹不长眼睛。我打的是空包弹，不是实弹，知道吧？这是训练用的弹，不是实弹啊，所以大家放心，不会伤害到任何人。